我们分手吧，我们彼此是不会有结果的。有人说，爱情就像握在手中的沙，一旦从手心流失，即使相向，也无法找回那相同的沙粒。在这地方，隐藏了一个不可思议、无法忘怀的回忆。或许，会有许多人觉得这是一件难以置信的事，但是这里的每一棵树、每一粒沙和每一滴海水都目睹了这个回忆，他们的回忆。先生，你要喝什么呢？先生，我给我一杯柠檬茶。还有什么呢？没有了。谢谢。当他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让他想起了上天派下来的天使，曾经呵护着他的一位天使。自从那天起，他风雨不改，天天都到那里见他。渐渐的，这已变成了一种习惯，也因此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。有一天，他终于鼓起勇气，下定决心约他出来。今天这么早？一样吗？柠檬茶。谢了。Thank you.
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幸福是短暂的。喂，这是谁的照片？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像我？我们分手吧，我们彼此是不会有结果的。喂，是我，你还好吗？他以为幸福能永远的在他身边，但一直在逃避的过去却忽然追了上来。